我先跟各位讲哈，啊，这里面是空的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好，那玉螺我们拿了，尽量不要去拿它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拿的话，记得千万不要这样子上下拿。好，我们要拿旁边，拿旁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嘴巴有一个叫齿舌的构造，这个齿。